球季最长的是九场没有全垒打。现在看到一局上半以上的打者是第三棒的大师兄林志胜，哇，马上长打就来了，直接打在全垒打墙边，利用这机会上到了二垒。这是一支长打。那么林志胜呢，目前有61支的长打，已经刷新了联盟单季纪录。那么原纪录保持人是1997年的伍德，他当时是60支的长打。那今天成绩赛程变多了，那林志胜的纪录也是慢慢一个一个接着破。接下来打者是陈金峰，又敲出一支安打，带有一分的打点。陈金峰已经连续9场比赛都有安打了。来看到二局下半，这个时候阿白齐家贤连好3坏球，选到了一个坏球，获得4坏球保送，上到了一垒。三场都获得保送了，对不对？阿白也是连续11场比赛都上到垒包了，而且连续5个打席啊，都获得4坏球，算是平了纪录。轮到打者是维纳斯的打击，刚刚有人停了长打，这个就是要他创安打纪录了。维纳斯左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，带有1分的打点，两队也站成了1比的平手。安打，维纳斯连续10场比赛有安打了，连2场。那前面3局两队是战成了1-1的平手。来看到3局上半，今天讲到也有很多精彩的 nice play。来看到这个左外的飞球，詹志尧其实打得蛮扎实的，但是遭到林中南跑得相当快，将这一球给拦了下来，接杀出局了。3局上半没有分数的进账，接下来要看3局下半的比赛。轮到打者是林奕泉，刚刚被美记接杀的詹志尧要来报仇了，哇！这球是扑得相当的漂亮，可是这球不好扑啊，手是差点折到，但是詹志尧也挡下了这球。看到这球其实有点惊险，特别是手很容易跟地面上会折到。没有被三振，是把球给接进手套。两队目前战成一比平手，还是有得打的。实际下半，这个时候维纳斯再补上了一支安打。维纳斯也是连续10场比赛都有安打的表现。那今天打完之后，他的安打数也推进到164支，也是新的维纳斯障碍。所以郑兆航有一分的。接下来打者郑兆航又敲出游击滚地球，不过带有一分的打点。接下来打者是叶俊章，二垒方向滚地球交球之后传向一垒，遭到刺杀出局。不过跑者利用机会上到了二垒，两人出局，攻安上得点圈，牛队有一分的领先优势。轮到打者是林中南的打击，这球落点相当的巧妙，有在外野手前面是一支安打，而且郑志豪哇跑得蛮惊险的，没有滑垒，选择直接冲啊，差一点被刺杀出局。牛队在灌进一分，取得了3-1的领先。第一个球就到达，这是状况相当好的郑达宏，右外方向的平飞球，这个跑的绕过三垒，要回到本垒了。得分。郑达宏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，牛队取得了4-1的领先。那今天郑不错，郑达宏先发，而且表现的不太理想。接下来看5局上半，这个时候熊队要展开反攻了，哇，这球又是打在全垒打墙上，弹得回来。原本一垒的小头停留在三垒，詹志尧的二垒安打，熊队在5局上半没人出局，就来到了得分大门，2-3垒有跑者。到的是林志平的打击，这球有点挤压到带到右外方向的高飞球，虽然说遭到了挤压出局，不过小头利用的机会回到本垒，再下一城，熊队追到2-4，只差2分了。有过2次连。接下来轮到中心打线了，大师兄林志胜的打击，二垒方向滚地球，交球之后传向一垒，遭到自杀，不过带有1分的打点。目前呢，这个在打点王之中呢，林志胜和林奕泉真的是竞争的相当激烈，目前两个人。